今仔要带大家来学一句，食米糕的时阵应该爱晓讲的一句话。这位是乐成米糕第二代的头家。好，开始了。好，开始。这个就是嘎猪旺，就是嘞，嘎猪旺。住伫美国下边迄个草地啊，叫做嘎猪啊，叫做胡包，啊，另外种叫草包。什么胡包？哪一个胡？蒲，蒲扇的蒲。蒲包啊。哎。然后另外一个名字叫草包，所以有些草包饭就是用这个。哦。姜草一炒叫嘎猪啊。嘎猪啊。啊，爸爸人讲嘎鸡啊。嘎鸡啊。哎。啊，这是啊，这木坎。是啊，用布坎的，安尼较无。空气啊，那看它闷在那边，蒸汽才会跑掉。啊，这有差吗？有啊，有差啊。哦，啊，不，你空气安尼时好时坏，我也连绵乱，连绵叮叮。哦，是啊。哦哦哦，对，温度太一致。对。哎呀，环境嘛，比如说水当当啦，哦，清洁安尼啦，哈，这样很干净哟。哦，把它变成水当当的呀、啊！哦，哎，满地啊！杀菌中，这么专业哦！用这啥？这隔壁阿婆仔做来给伊吃，鸡肝卷。鸡肝。鸡肝，鸡肝。鸡肝卷啊！这是啥？综合。哦，那广州人啊，拢有啊，哦。哎，看我上面到的历史啊，哎呀，你白海无看的人去啊？我慢慢来处理。无啊，伊的相片也无，你拢啊揭揭揭。我这是出版的，我以后发别版的。哦，你甲发掉掉就对了。你平常校长很感受，先做一下。哦，好啦，好，谢谢哦，好吃好吃。